大家好，又到了 CPU 数码广场时间了，我是 CPU 电脑杂志编辑 Away。 继之前为大家介绍过 Notebook 和 USB 手指之后，今次就介绍一个 LCD Mon 给大家。如果大家觉得22寸是主流，我就说价钱便宜功能多的24寸才是真真正正的大众之选。不要说那么多了，我即刻为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一部 BenQ 最新推出的 LCD Mon 给大家先。这部 BenQ G2412HD 拥有40000:1超高动态对比度，这么高的对比度是可以有效地改善画面光暗位的细致度问题，而影像更有层次感。而且它还有 BenQ 独有的动态对比调节功能，设有6段变速，由0至5级，分别可以提供3000、8000、15000、25000同埋40000嘅對比度，直頭同跑車波箱一樣啊！除此之外，佢仲有 BenQ 獨家嘅 SenseEye 同埋 Photo 智能色彩提升技術，可以強化熒光幕嘅對比度同埋鋭利度嘅，咁就可以令到色彩更加豐富，而影像亦都更加細膩。而同時間，佢仲有提供5個唔同嘅情景模式，包括 sRGB 標準、電影、動態同埋圖片。分別針對不同的環境需要，提供不同的色彩顯示方案給用家去選擇。現在看高清已經是潮流，並不是什麼新科技， VCD 和 DVD 都已經out了，再加上電視都轉了做數碼高清，沒有這隻大mon怎麼辦啊？最重要是價錢輕鬆一點就有交易，一個靚mon加部電腦就可以同時這樣兼顧到工作和娛樂。而 BenQ 亦都在較早之前以全高清呈現為題，贊助台灣樂隊5月天來香港開演唱會，不知道大家又有沒有去看呢？